团长好，请说。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许多原创的文艺与舞蹈，往前让大家感受一下你们的这个妆啊，整个服装等等。来来来，请先来到前面，请继续，请继续。你刚刚讲到哪里？<笑>我们发现就是台湾有许多原创的文艺与舞蹈以及文化，那它并没有那么的备受重视。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，让大家重新来认识台湾，并且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。跳舞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干扰或怎么样？会不会？其实基本上不会，就是反而更让我们能够将这中西文化结合精神。但是如果汗流太多，这个嘴角好像会流出血来的感觉，不会不会，或者是好像槟榔吃太多的那种感觉。<笑> 不会，对，你们这个妆很贴，都不会掉，蛮厉害的。<笑>那今天站上小巨蛋的感觉是什么样？这是台湾原创街舞站山小巨蛋，谢谢，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天。<笑>要继续的把这个精神的发扬光大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种 style 好像比较少一点，对不对？台湾还有哪几团像你们？ 中西合璧的这个创意，知道吗？<笑>其实蛮多人都愿意为台湾文化的想法去做一个奉献，那希望大家一起加油，谢谢。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把麦克风拿给别人讲？<笑>因为好像真的蛮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多训练他们讲话。 人家是厉害的跟着老师跟何旭丽讲话，对啊，讲个分担一下，谢谢铁丝弟，谢谢，继续为台湾努力了哈，谢谢老师们，好，那么等一下继续回到现场了哈，那大家。